小朋友，能帮阿姨一个忙吗？阿姨，你有什么事？阿姨是来接孩子的，但是时间记错了，你能帮我进去叫一下吗？可以的，阿姨。你家孩子叫什么名字呀？他叫李笑笑，在中一班。阿姨，中一班没有叫李笑笑的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怎么可能啊，我手机里面存的明明就是中一班呀。我手机呢？哦，阿姨手机在车上，忘记拿了。你能陪我回去拿一趟吗？确认一下。阿姨，你拿着手机，她还直接给老师打电话呀。哎呀，阿姨忘记陈老师电话了。连自己家孩子是哪个班都不知道，还没有班主任的电话，骗谁呢？我去帮你要电话，我认识中一班的老师。不用了，你跟阿姨去看看吧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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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就是请他帮忙。这个阿姨记不得孩子的班级，也没有老师的电话，我怀疑他是骗子。小朋友，你真聪明，恭喜你通过了考验。考验？我们是电视台的，在录期节目，专门测试小朋友们防骗知识的，只有你成功识破，通过了考验。所以想请你去录一个视频，车里面有设备，教小朋友如何防骗。电视台的怎么会故意骗小朋友呢？而且让我录视频也没得到老师的同意呀。我的防骗知识都是我同学教我的，我可以叫他一起去吗？快去吧。所以我们要机智的应对。我是小陈哥，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。